怎么感觉有点掉帧呢？那应该不是游戏问题吧，是录像问题吧，或者是我的问题。破吧，还是都不会破吧？重击出硬击。这一闷棍还挺。然后棍子的这种打击感是很不好做的，因为它很闷。但这样子看上去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，还是不错的。我就希望他们能做到人王二的标准，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牛逼了。虎哥，哎呦！哎，他这个水特效还有点烧显卡的，我说。还是很有诚意啊，点都不偷懒。毛发和水池特效都是做得很好的。他还是更偏向人王那个玩法吧，他不是还有变身吗？跟人王一样。有点掉帧，但是我不知道是。哎呦，就是魂 like 呀，就更贴近人王一些。可以。废话。哦呦。还好这个虎的招式好像没有特别多变化。哦，这是 P2 了吗？他会拔剑，不拔剑的时候感觉不是很强。这个快慢刀比较，就是属于比较好躲的，好躲，好了，被判了一桌。哦，他是会隐身，哎，这个是抓不到的吧？这是隐身吗？还是分身术？他怎么不变身呢？变了。哦，他的变身是回血还是独立血条啊？
福利血条的话，就是跟人王是一样的。哇，这个 BGM， 哇，666666。是不是这种带毛的都怕火啊？哎呦，死了！无法与你报仇，干死他！本住在山，哇，他看上去好好吃哦，这蛇长得还挺好看的。我一般看到蛇都会觉得恶心，这个蛇还可那火虫妖中有个还挺不恶心的。好毒敌大王，灵芝。哟，哟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他这个选物品还会把东西拿出来，我操，好多钱！我操，穿这个钱的这个吧。哎，这个展示界面做的不错。对对对对，这个细节，这个我很喜欢。UI 也都挺好的。狗豹是什么？学法术，化身做虫妖。好好好，正是他。这般妖物鬼状异形，我得带回馆内好生琢磨一番。小鸡是，小鸡是，你我相识一场也是难得，不如再帮我一回，将猴头留下，我好与师父交差。学生。野马跳涧，哇，他这个变身好爽哦！呀，这个变身之后就有切割感了，他的这个武器。这打不着吗？这个怪物打不着自己吗？这般能耐，正好，正好。他要吃了。由你来做我蜕变飞升的头粉血石，再好不过。打击感比人王好。这个话不好说，这个人王的打击感已经是做得很顶尖的了，这个得实操之后才好说，光看视频其实不能完全感受到的。但是他的这些打击反馈做得挺好的，很多细节。因为棍子本来就比较难做，我就希望这个声音可以再亮一点，这个棍声，现在看的是流畅度是挺好的。哦哟，过了。这些凡夫俗子不自量力，此番下场都是咎由自取。这还是个眼镜蛇啊。你不一样，我操，好畸形。这天地间的毒物轻易要不了你的性命，这东西好生收着，快去救他吧，困在那里想必生不如死。
头发过于飘逸了吧？有点。我下不去手。这猴好像不会说话呀。这个怎么扭头怪？哇，这个想起了我的马老师。左手掏，这是个鸡。我操，他真是个鸡。他那设计了好多这种冲撞伤害。打到他的小拇指，哦呦，这一脚天残脚，好痛。但是感觉他的感觉怪的伤害也挺刮的呀，感觉容错还是蛮高的。这游戏有难度选择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这是 PR。 哎呦，这个闪好帅。修脚暴击131。我感觉这个最后的这个效果应该是，反正我就希望他能达到人王的水平吧。再不济再怎么样，如果能有一个卧龙的水平，我都会买爆。我觉得还是很有诚意的，他们这些场景这些人物的建模都做得很有诚意，感觉也应该是卧龙打底了吧。就是光是看，哎，具体的还是得自己上手玩，只是看的话就是不能完全感受到的。只要是能卧龙保底的话，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牛逼了，而且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头。希望这些大厂他妈睁开眼睛看看，希望能用心做点游戏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内太多故事文化可以做成很好的游戏了，就不说是文化输出吧，就是给本国自己的玩家享受，我觉得也是一种，哎，就是菩萨了。希望大厂能有点游戏人的初心吧。我玩猿怎么了？我玩猿怎么了？我玩猿那是因为原作的也很好啊，原作的也很细心啊。我这么说吧，就是原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争议，但是原我觉得还是在用心做游戏的，不像某一些游戏，就是游戏做成了，游戏内容也不优化，然后平衡也是用脚做的，然后还一直出皮肤，皮肤还丑成一匹马，总比这种游戏占据主流市场一号位好吧。我没说谁啊，那总比一个游戏一年出了200个皮肤好吧。怎么说我痛失腾讯商单呢？我刚刚没有说腾讯游戏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我就是说有一些游戏就一直出皮肤做得不好。我说的当然是 PUBG 啊。